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家乡湾百享的 Joey。 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个五座的高层的单位，它是一个三房单位来的。首先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厨房先。接着呢就是下饭厅了。这个单位呢就坐向东的，可以呢看到呢鲤鱼门的海峡海景，都很开扬的。带大家来看一下房间先。在家乡湾有一个13万尺的豪华会所，而且楼下还有宠物公园，都有70多项优越的设施，还有一个50米的室外全天候的泳池。方面呢有西湾河海滨公园啦，同埋海滨长廊，得闲可以同啲宠物落去散下步啊，食完饭散下步都唔错噶。而喺交通方面呢，楼下就有一个巴士总站啦，同埋咧行去西湾河地铁站咧都系只需要6分钟左右噶，所以咧交通咧都十分之方便嘅。好，啱啱同大家介绍嘅呢个单位咧，就系家乡湾一个五座嘅极高层嘅 D 单位，而佢嘅实用面积咧就系675尺，咁佢嘅售价咧就系1750万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就 call 我啦，我叫 Joey 啊，电话系6887-1898，6887-1898，拜拜。